佳佳那都唔接电话，只会当靠雪清啊。这算是什么爱我？志兴啊，我一定，我先来带点大人来。俺来讲义气哦，卡爹那哦，啊，他到撕裂伤哦。那你这么严重啊？在年夜饭的时阵，没去注意到，才会发生这款意外。你这淡薄空嘴哦，我得引起发烧，就表示讲你免疫力已经在降低啊。啊，你嘛辛苦等阿爷嘛，你最近得较注意。假是假个正的，阿妈气气的空嘴，阿你这边个感染着啊？我这里啊，阿是讲，那有人陪你来急诊啊？小可代志，无需要人陪啊。我看你已经感化，那个食无爽快，应该有人来陪你才对啊。那是找有人陪。那一个人来急诊，在我破病上需要人照顾的时阵，煞无任何人陪在我的身躯边，这真正是我过了上孤单、上寂寞的一个暝。做完体检，你就当出院啊。护理师，我巴肚最枵的，您敢会当替我订物件吃？你即马当会使食较正的物件。以前我们急诊室无公餐哦。那呢，我要去倒位才会当找到这个物件啊？你会当联络你厝内人替你送来，伫外口休息区用餐就会使啊。现在是安怎？我变成无人要挃流浪狗的是吗？